官哦啊，众神明啊，仙女春香哦，今仔日买足侪糖啊甲饼来甲恁答谢的，多谢恁哦，帮助我度过一届的难关。啊，人甲人之间的红线应该是早就牵好的，我甲龙哥哥哦，即马牵条条。啊，恁哦，就要继续保庇哦，保庇我甲龙哥哥袂遐长哦。啊，我知影恁最近的业务吼足多，足多人找恁斗相共保庇。啊，恁哦，就要继续照顾老主顾呢。哦，啊，我会过来哦。哦，多谢多谢众神明哦，甲我斗保庇，多谢。外老，我阿兰呐，我的红线是北去向遐去啊。为什么我袂当甲芳的同款，有人疼，有人惜？啊，无你即摆是安怎哈？阴魂不散呢？你互我感觉吼，人生好难啊！遮尼无天良的人，搁想要求红线，你吼老孤苦一世人拄啊好啦。你反应哪会遮大啦？敢有人规定外老敢若你会当拜？拜做你去拜啦，离我较远嘞。通诶，咱好姊妹啊一场，若是无联络，我是感觉讲有淡薄仔拍算啦。这毋就是有缘千里才会来相会。点去哦，我钱拢互你啊，你莫过来高高点好无？你想要安怎啊？我摕200万想要翻身，结果输一半。你帮我补100万回来就好啊！非得这的钱对你来讲就是难三年嘛，才无几工年呢，输100万，敢会伤惨啊？我跟你讲哦，我袂搁再付你钱啦，100万摕来啦。若无，我就去找工友咧。要是伫这，甲恁囝讲，顶届你的龙哥哥有带伊来酒店见世面，我搁知影伊生做安怎。应该是真好找，钱无啦，命一条。你若是欠钱哦，你即马紧去找一个查甫人靠。啊，不过摊像你即马安尼吼，人歹，阁无善良，敢那阿婆啊生囝嘞，假病嘞。你不是？是啊，我是后生蔡大富。你好，我嘛知影你是谁，你是刘玉兰。之前伫酒店做妈妈桑，后来伫交警跋筊，赚了真侪钱哦。恁家的地址是三重区五。你调查我啊！我想要跟你废话啊！你即摆手头100万，看你是要走路，还是离开北部？啊，不过拢同款啊！我可讲你，上好是卖出门啊！凭啥？因为迄间交警已经用警察抄掉啊！去报人的名，我是报刘玉兰。现在已经交警大的已经叫小人在找你了，我可靠你赶紧离开北部，如果我找到你的100万，恐怕也无命开啊。好，算你雄，咱小赌会着。大富啊，啊你哪来这？即摆代志已经解决啦，迄查某以后唔敢再威胁你啊！哥，你甲妈妈讲，你哪会知影遮？
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解决问题，不是温饱问题。我想跟你不一样啊。唔对啊，大虎知影我和阿兰啊威胁啊，那安尼威胁的原因，你一定嘛清楚。无奈被阿兰啊叫伊离开北部，啊，所以大虎知影伊的心事啊。